喂，喂，小芳啊，是我啦。我跟你讲哦，陈老板伊愿意跟咱的生意就签约安尼，而且伊阁先拿20万的定金给咱咯。也阁有啦，因为爱发薪水啊，也阁有材料商一边欠人的，嘛爱给人啊，所以我阁有去收汇款啦。哎，啊想袂到回来，都已经这么晚，啊无时间无早，你先休困啦吼。好啦，啊无你家己爱较细致了。好啦，我会随回来吼。对啦，啊你今仔去看医生，医生教讲安怎？有哦，迄医生哦，有甲我讲一件代志呢。啊是啥物代志啊？你药啊？我药？啊我毋是医生啊，我要来知伊讲啥啦。哎呦，费电哦，你着药看卖咧啊，戆大呆。关系啦，我真正约袂出来呢。哦，刷刷去啦，无等你等下才阁讲啦。再见。奇怪，小王今仔来怪怪，还是进来等啊。我干嘛要按你的姓，无要按你的名，你在看啥？救人啊！救人！这是真爱我，这对我最重要，最重要。真是爱是我性命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哎呀，我是全台有上届烟斗、上届漂白的高魂英，切！
命，我是来搞你婚的啦！搞婚姻车，搞婚姻车一千安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社会进步，我地府嘛是进步呢。啊，我想到啊，我去用手夹啊。啊，这不是我的身躯。啊，哪样呢啦？哎呦，因为哦，你已经死了啦，所以你的魂魄已经离开你的身躯啊啦。行啦行啦，对我来地府报道啦。行。啊，哪样呢？你有影是搞阴司？啊，我真正死去啊！哪样呢啦？我哪样呢就死了啦？那是要安怎啦？想袂出会当我，啊！我若真正死去，是要安怎啦？我若安尼就死去啊！我哪安尼啦？哎呦，啊死就死啦！你讲我这要创啥？行行啦！哎，嘿呀，哎呦！我还讲哦，你若耽误着我的事情哦，我等下就甲你讲下怎行。哎，高文杰，这条小，我已经要吐出来，真白，这边哦，一直咩啊，吐着这个倒霉的男子怎么也想不透，只是一个夜晚，他就这么与心爱的妻子天人永隔。而一到地府，地府那现代化的模样更是与他印象中的地府不同，让他着实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适应自己已死的事实。想到自己不知要在这个奇特的牢狱里等多久，他只能恐惧地守着这一小块地方，静静地等候判官的裁决。然而摔到出奇的他又怎么知道，等在他面前的命运竟是一连串的离奇坎坷。用我做大号嘛，收人报复去，搁交场、搁酒家店，还骗人的钱，强奸良家妇女，罪大恶极，爱给判了终身的。你我无，我无，我无。哎，大人啊，我也无做过这个代志啊，我嘛不是什么大流氓，更加唔捌变过人啊，而且，我干那爱阮某一个人呢。你哪有可能去当迄什么中中？哎呦，大人啊，你是不是要把代志查较清楚的？还是你念对人啊？我别讲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是念对人了。嗯，来啊，团长。是，团长。团长。来个金马哥没来哈，太妹，真正
个大恶人呐！啊，不是哦，我什么什么？是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台南人？今年36岁，你姓李，叫做清玉。大人啊，我住台南无唔对啦，只不过我今年嘛才26岁，而且我嘛唔是恁咧讲迄什么李清玉啊，我本名是叫吕清王呢。吕清王，大人，我看你信息不对。吕清王，拢只有95岁啊。哦，李鸿章，这是你的劫数啊！你都袂死啊！九分银钱，在你敢着分？敢着分？敢着分啊！哎呦，我敢着分啊！我破妄全讲过啊！九分爱三合，你拢无听，拢无在听，你拢无在听，啊！凊彩交一个来，过来等我95岁。啊那呢？我阁有真久的性命。你不要命来，不要命来，不要命来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无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，我就把你搁到阎罗遐去啦！我何尝不雄啊！哎呦，伊是啥哦？大哥去阎王那边啊！莫讲错啦，连你这破歌还袂退入正经啊，大哥！我知啦，你免急步啦。这大哥，我会好好来处理吼。这代志哦，交你处理。你就当然是你啊，代志有你去啊。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你若遇到好的贪官，我会送你一条的；啊，你若讲遇到歹的贪官，我会送你两条的。这代志哦，你爱处理，你爱处理，你爱处理啊！黑人。是啊，金红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会当体会金红的死你有偌伤心，也毋过人死不能复生啊。你也真爱啊！哎呀呀！警察有影找到我的尸体，把我放回来啦！不会啊，你莫搁哭啊啦！等下咱就当见面啦吼！哎，囡仔，你紧找我身躯，倘若我回魂啊！啊，无看无查啦！啊，我死嘞！我想我，应该是呀呀呀！这，骨头翁啊！阿妹来阿丽啦！哦，我来载你破卡手来遮紧啦！啊，这钱还袂够，你就甲你烧掉！啊，即摆剩这骨头，我嘛毋知要怎甲你还轮啊！剩一骹骨头翁啊！阿兄，我是要安怎回魂啦？哎呦！青红，青红，你回来啦！你放我一个人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青红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啦！你莫安尼啦！不会啊，你莫搁哭啊吼！紧的啊，你唔着紧想一个办法，通去让我甲阮某见面。这即摆变成安尼啊，我嘛毋知要安怎。我不管啦，这一切拢是你造成的哦。非得你着想尽办法，就算是无办法，你嘛爱想办法啦。你看我毋是交代过，叫你袂当做杂草。哎呀，就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嘛需要我一段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想着，
我回来全破，我创伤一个哦。啊，你停了等哦，我先来去啊，拜拜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是要咩意思啦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这鬼就袂帮你做啦。秀红啊，你莫阁哭啊啦。自从青红死了，你拢一直无食无睏，你的身体也袂堪一啦。就算讲你会堪的，你腹肚底囡仔嘛袂堪的啊。你为着囡仔，你就爱振作啊，囡仔。原来秀红已经有心啦。秀红啊，原来你就是要找我这件代志哦。咱结婚那年，就算有囡仔。我袂等我妈，我袂等我妈。哎呦，秀红啊，啊你看你，都已经是有心的人安尼，啊你气色阁这么歹哦。你看，我有甲青龙的八字，摕去予算命先生批。你敢知影？每一个算命先生拢讲青龙爷活到95岁。想袂到，想袂到青龙竟然这么少年就死，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啦？人讲吼，千生万世，你袂过天一回，青龙的岁数，就算讲吼，迄算命先安怎算，嘛算袂过天啊。半年前，我落白回来，青红伊无看清我，收留我，阁予我头路做。安尼顶算讲，是予我一个重新活命的机会。我讲毋知要安怎报答伊。伊都亡身啊！我即马真正毋知要安怎做啊！明耀，你讲，你错已经有够多啊！青龙一死，伊其实为爱有血款，可拢给红烧了了。受伤，搁趁咱有困难的时阵，咱要甲咱讨钱，真难管。若是要靠我家己一个人，我真正无法度通好应付。家在是你的，若不是你出面。阁少年煞，替公司接遮尔啊多订单，予遐材料商会当放心。我实在毋知影我要安怎才好。只无出这种意外。讲实在，不管我是安怎，我拢会替伊共工厂紧调的。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伊哪会这么短命啊？迄天出差，若不是我干，只有伊都要代替我去。伊收留我，伊搁做我第四季。假如果我有力气，我一定想办法医治阿好你的啦。秀华，秀华，
小凤，小凤，小凤，我送你去陪啊。哎呀，刘大刘大，我刚刚半半参详过啊，啊，受足一个救死方法，嘿，你人欢迎啊啦。啊，那呢，你紧找一个尸体救我。这样，这救死啊，讲究的是年龄啦，啊，佮伊身体状况拢爱甲你下才会用一个。啊，那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是够爱等偌久啦？够爱无久哦。这我嘛不知影，总嘛些时间嘛着。我无法度搁等啊啦！当阮某的情形你嘛看到，伊即摆已经大巴倒啊，又搁这么伤心，啊，若搁拖落去，伊会自在袂调啦。我不管啦，你马上找一个会当活转来的方法啦。咁惊命兄啊！你是讲袂顺车哟？那手术吼，不能风险，唔但要有意外。你袂甲你拍死嘛是我，来走！哎呦！你因为伊也偷掠鸡，啊，家己煞来跋倒，弄着头壳，嗨，头壳着淹血，经过手术了，我懂。对啦，拢不是人，拢是衰鬼啦！我叫你先救阮囝，啊，你倒来先半时才劝伊，50万呢，啊，不是照数目呢？你袂拼死拼活去甲钱装来，你甲钱收去，煞甲阮囝死死，死甲救阮囝。我无爱啦，啊，你一个囡仔会当创啥？哎呦，啊你就莫阁嫌啊嘛哈！哎呀，这是我伫上短时间替你找上好的媳妇呢。哎呦，莫阁拄拄啊啦，紧的啦，这事情啊一过啊袂赴哦。你有迄个大块土狗贼，你有你的头结救我，你把我钱的钱算甲伊有死。你敢对得起我啊？你敢对得起我啊？我这，我叫什么死？好啦好啦好啦，伊就伊啦。啊，我即摆是要安怎入去啦？哎呦，要安怎入去哦？真简单啦。阿亮诶，你放心啦，阿爸对你报仇了，我就对你去，我袂让你一个人孤单哦。你啥物啥大力啦？亮，你今日搁活过来啊？我是不是在冥梦啊？哎呦，你搁给我趴下趴下！哎呦，卡大力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一下，哎呦，上天上地哟！阿爸的呀，一定是你在咧保庇啦！我阿亮搁活过来啊！哎呦，真好真好！哎呀，今天啊，你着先勇气，啊我要找一个好个身躯哦，你等我哦，哈。好啦好啦，你紧紧等来啦。啊，拜拜。我是你，哎，娘，他乖啦，好心检查啦。哎呦，我先出去办些代志，啊，办完就随等来啦。叫你较乖，无听到呀？医生。啊，这不是安怎？这真正是奇迹的，嘿，真正是歪歪啦！哎呦，真好！哎呦，医生啊，多谢你哦，歹势啦，怪我糊涂，无将代志问清楚，把你惊着啊吼！真开心，真开心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！哎呦，歹势哦，真正是歹势啦，50万，有价值，有价值啦！哎呀，有价值啦！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！明雄，我不要紧啦，你爱一日干好条的，是不叫人看到，安尼唔好啦。秀豪，秀豪，秀豪，阿弟啊，阿你哪知我叫什么名？
小凤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谁？我是青红啊！哎呀，我根本哦就无应该死的啦！我去用手剑，只是命中的一个结束，是未死的。我爱挂迄个好多云山，搞唔着魂啊啦！借李亮尸身的亲王一看见秀凤，心头不免激动了起来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，将自己这一趟奇异的旅程全盘托出。就是安尼，我即马才是一个囡仔。秀凤，我亮亮是咧创啥啦？亮亮，秀凤，亮亮，亮亮。过来啦！啊，你早已经要创啊啦，惊来病啦！哎呦，我不是恁家，我是卢志勇，你敢放开？叫你啦！歹势啦，啊，阮囝吼脑部拄啊动过手术尔啦，啊，所以有小可啊，歹势歹势啦，可能是吼，等醒过来吼，神经吼淡薄错乱，再学袂牢讲话啦。对啦对啦，啊，伊若有啥物所在，甲恁得失着吼，啊，我代替阿勇恁回事个啦吼，歹势歹势。恁大人是安那讲囡仔？我们这心情哦，未堪要让恁讲声笑诶，真歹势啦，行啦。我不爱你啦，小凤，我真正是青红啦，我只该让你救死倒来，你爱想想，我会当证明啊。别搁乱来啦，你无怪只有太太叫你惊着吼。医生啊，啊到底有啥物方法让伊安静落来啦？先生，等病医再讲啦。哦，加班，滚，加班，滚。你，医生。快哎，秀华，我看哦，咱先回来啦。不管是人做事，还是鬼做怪，我会调查清楚的啦。哦。医生啊，啊，阮娘奈突然间讲哦，伊毋是阮囝啦，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我想，应该是死了后母活过来，迄精神上哦受打击，才造成人家阮的状况。搁再讲吼，脑部几刀不是简单手术。安尼哦，医生啊，我搁相信你一遍哦，你一定会让囝恢复正常，对无？阮囝哦，那我搁再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搁活落去嘛无啥物意思。李先生，你是莫遐冲动啦，伊安尼吼，压力足大个呢，无安尼啦。等恁囝精神了后吼，我再详细替伊检查啦。啊，你嘛莫让伊上班死过啦。吼，是啊，多谢医生，多谢你吼。袂啦。小华，这是公司一寡内事啦。啊，情况都已经，所以啊，我就甲接手啊，替予你看。讲起来真正是好笑，我真正捌想过讲，平王，伊是毋是会附身伫别人的身躯顶，等来看？你哪会咧想啦？自从情况过身了后，我就常常咧想，想讲我会当用什么办法去见情况。当然啦，这拢是我家己伫咧后壁想的。
我实在是做想情王的，所以伫病院，迄个囡仔，伊讲伊是情王，就是犯浑的时阵，我才叫伊惊一下。较早电影播迄朱秀华犯浑记，听人讲吼，迄是真正的故事啦。也毋过，迄嘛是人可怜，天公伯才同情伊，互伊救死还魂啊！你想看卖啊？你住伫病院哦，你嘛有听到迄囡仔讲的？伊讲哦，迄是云彩念着人，一点哦都讲袂通啊！生死哦是大代志呢，云彩哦哪会摸唔着啦？啊，假使讲哦，迄云彩若后壁掠人，那安尼哦天下都大乱啊！迄哪有天理啦？真正是天公伯在跟我讲心情。秀华，我知影你足思念成龙的，无安尼啦，无等伊身体较好诶，我才陪你来去叶梦诶念香啦。过身啊，也毋过阁有我，有我伫个，我一定会疼惜恁母仔囝的啦。虽然哦，我较袂晓讲话，惊讲出来互恁伤心，也毋过，不管以后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甲囡仔一定有人来挖苦的。最近哦，赚了一笔钱啊！我看你想哦，你的面貌较好啊。咱替我搬厝啊。啥？啥拢要搬？阿爸有想过啦，咱若搬去台北吼，啊，互你一个搁较好的环境，啊，互你好好读册，将来赚大钱啊！哎呦，啊，咱就住好好，唔免阁搬啦。啊，你囡仔人，你是咧北城？迄台北赚话机会遐尔啊侪啦。啊，你哦，卖到好啊，受教育啦，你啊，知影大人嘛苦心啦，啊。我讲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搬。李阿松这个搬家的决定，不止吓得突兀，而且急促，只是暂时借尸于李亮身上的亲王，并无暇多想。李阿松前脚才出门去处理搬家的事宜。他后脚就跟着溜出门了。在民国51年，国内曾经发生一起借尸还魂案，事件人物是云林麦寮的一名寻常农妇，他因病过世，几天之后却死而复生，行为举止判若两人，亲人查问下竟发现妇人的身体已让一名唤作朱秀凤的灵体取代。这起真人实事在当时引起莫大的骚动，同时似乎也为人类灵体是不是存在，是不是能够替换，提供了最好的验证。我们今天故事主角吕亲王，在阳寿未尽之下
不仅莫名绕了地府一圈，更因为挂心妻子秀凤，不惜以暂时借尸重返人世这等借尸，不管在意念上或是际遇上，似乎又比朱秀凤的借尸更加玄奇。老天爷给了吕亲王机会，却也给了他重重的阻碍。吕亲王又该用什么方法去打动秀凤？前方又有什么考验等待着他呢？还请各位观众跟我一起继续来关切。你来家是做啥？我是来回事的。我无想要搁听你踮仔咧后壁讲。秀凤阿姨，我听我阿爸讲，我拄手术完时阵，头壳也无啥正常啊，爸对你做过无礼貌的代志，所以我唔才会来甲你回家室的，顺续念家乡。好啦，你去拜。唉，我竟然爱甲家己念香啦！歹势啊！秀凤阿姨，你敢会当原谅我？我知影这一切吼，拢是我的唔对。你给我一摆机会，好无？啊，搁有啦，煞煞去啦。既然你都知影讲要来回失礼啊，就代表讲你应该是正常啊。要毋过，我听人讲你这个囡仔足结的哦，真爱讲白贼啦，啊，死计去人偷摕物件。我希望哦，这边的驾驶了后，你会当较乖嘞，啊，听你阿爸的话，知影无？嗯，秀凤，那安尼，你嘛听我甲话讲完，好无？囡仔，你嘛较有礼貌嘞。我年岁比你侪真多，你唔得叫我阿姨才对。你先听我甲话讲完，好不？好啦，遐济啦。秀凤，我知啊。我即马只是一个囡仔，我讲的话，你可能无法度当听入去。不过我无时间啦，我一定爱讲。秀凤，我是青王，我一死就叫人来去地府关起来，也毋知影是过了偌久，真无简单哦，才去等着判官。谁知我根本就无死，拢是咧阴气念唔着人，判官毋才叫伊搁甲我送倒转来。我即顿也毋知影恁的世界是过了偌久，我的身躯早着你烧甲变灰灰啊，我无法度才借这个囡仔身躯还阳。我等啊，就是要甲你讲，你爱等我。好啦，你是讲煞未？我想讲你已经正常啊，想袂到你这小病，随我行起来。我已经带念你吼破病，无要甲你计较顶病的代志啊，谁讲你要搁再来这咧乱啊？你是想讲阮人翘起啊，我真好欺负是？我无啦，我头前讲，拢是为着要让你冷静听我讲啊。你叫我是要哪冷静？这死囡仔，你敢出去？出去，鬼啊！真小心你讲的话啦。生死是大代志哦，阴差混唔到去，阴差若死过去乱掠人哦，天下都大乱，啊你敢告天理？秀凤，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啊，破到阴差有滴要安扛这个创哦，唔知偷偷好还阳。即马连破官也插一坎，你是不是要甲我讲含阎王？你都冇骗人，偷偷咧进行这件代志啊？对啊对啊，是叫阎王知啊，破官就要去用斩头，阴差偶像就要做正事，我就无法度通超生啊。你敢走？咁走，咁走，我甲你拍到你半道跳起，咁走！秀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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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袂用急，秀凤即摆气头上，啥物话拢听袂去，我是安怎才好啦？对，水明雄，
平庸甲你弟。这下钱哦，你先提伊啦。哦，啊，你去搞，咱欠在两乡所有的汇款，啊，甲王刚的薪水哦，提去清清发发嘞。好，这工厂若无你吼，早就无起。这是青红哦，留落来工厂啊，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哦，甲维持落啦。无代志啊，你先去无用啦，吼。我一世，这代志拢好到再有平庸，等我回来，什么拢免计较。明雄。明雄，明雄，我有真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你这个囡仔，讲话安尼无大无小啊。是的啦，阿叔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啊？你讲啊。我是青红。哎，明雄，稍等，明雄，明雄，你听我甲话讲完啦。为了取信明雄，李亮将他们三人的过往说了出来。明雄越听着眼前的孩子说下去，越是惊讶。他说的是他们三个人的往事，以他一个小孩，又是外人，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夏大姐，你哪知呀？我就是青红，我是做这个囡仔辛苦还用的。你还讲唔是对不？哎，你要怎啊？这伤。是你为着我甲臭鬼娃冤家留落，对无？你若是讲毋是，我搁知影足侪代志。啊，好好好，你莫搁讲啊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啊，你讲你是青红，你哪变安尼啊？啊，我着。我若想讲，互你甲秀芳妈妈接受，等找到搁较适合的身躯，啊，毋过这个囡仔老爸着要搬走啊，嘛毋知啥物时阵才有身躯通好用。你安尼讲，我会当了解啊。明雄，虽然我即马一直抓住我在骗你，我即马讲啥物，伊拢听袂入去。我想要请你说服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甲你斗相共啦。是讲哦，警方一直查袂出迄个杀人凶手。你敢有看到伊的味？阿哥，迄条钱呢？我无看到伊的面呢。啊，对啦，伊的身躯顶吼有一个死人骨头的车哩。我的钱吼，去予伊抢去啊。唔知我安尼讲，对你有帮助无？帮助足大个啊！我会把迄个线索交予警方的啦。多谢你啊，明雄。啊，不过我电脑卡网络受控呢。你拄啊才去找去修吼？小王心情哦，一定爱袂平静的。无安尼啦，过两天后，等伊心情较好，我才搁甲讲啦。啊，无代志啊，你先回去啦。明的啦，我今日我即马回去，我就无法度搁出来。不然即马就来去，即个有你伫，一定会相信我。行啦，行啦。哎，小王，稍等下啦。可以插到手啊！来，我来。机会啊！多谢。你哦，安尼袂用的啦。啊，提起你，我也得去插到手。恁俩有啥物关系啊？你伫我袂晓听，你会晓啊？啊，若蛮不易，以后我买你身躯皮是安怎？嘛是要学起来才会用的。你是带伊来创啥？秀芳啊，是安尼啦。我无想要看到伊，你甲伊赶出去。秀芳啊，有一件代志吼，虽然我嘛感觉不可思议，也毋过我是要甲你讲。伊是真正青红啊！明雄，你敢知影你即摆在讲啥？明雄，秀红，我会当证明
我就是青红。你看，你还是搁袂晓停留啊？你的手搁叫检查掉对无？你敢搁会记得？你有为着我，甲草皮有话冤家，结果刀手搁受伤，了后我就一直会记得这件代志，就是惊我的冲动，搁去害着别人。明雄，你串通这个囡仔来骗我，讲遐个话，到底是有啥物意义嘞？秀红，我无骗你的意思啊。莫来佚佗啊！从对白伊开始，恁两个人都串通好啊，对无？还佫，这个囡仔向我来当卫生的，嘛是你家己害对无？唔是啦，迄是有你一看到我，就要甲我赶走啊！你了准讲，你用这款方法来安慰我，我就会欢喜。你讲你要骗我一个翁，结果你找一个囡仔假作是青红翻娘来骗我，安尼我就会相信是。什么糊涂阴策，判官遐严老哦。你即马是把我蔡秀红当作是啥物？三岁的囡仔。我敢有可能去相信一个白贼囡仔伊讲的笑话？秀芳，你较冷静的，哪会当慢慢讲啊？好啊，莫阁讲啊！你两个拢甲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秀芳，秀，你去甲解释啊！秀芳啊！出去啦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！王军，我跟你去啦！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。秀芳啊，秀芳即马正在红火头，你即马离去解讲啥拢无路用啊！明雄啊！啊！你毋是讲要甲我斗相共？啊！你若一句话拢袂讲，我都还袂想着我要讲啥，你都硬甲我拖入去。啊我，哎呦，即马是安怎做？秀芳才会相信我啦。我想着一个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你就去找一个适合你辛苦的人，也等下找小红。哎呦，啊，到时阵，伊若是搁无爱相信，是要安怎？我就是冤的，才这么着急吗？我就讲啊，你就去找一个适合你的辛苦的人，才跟我联络。不管哦，时间偌久，上无我是一个相信你会回来的人啊。工厂哦，甲小红有我伫个，我会照顾。你是我上好的朋友啊。朋友找不可迄种道理哦，我搁明白啦。你放心去啦，我甲秀芳会伫遮等你回来。明呢，我袂用搁等啦。若是搁无爱相信我，我就……哎，娘啊！哦，啊三更半暝四鬼拢袂走，跟我回去啦。我不爱啦，跟我回去啦。不爱，明芳，你……哎呦，哦。先生啊，歹势哦，啊我这狗屎囡仔，搁走来恁家母啊哟。无啊，伊真乖啊。是我拄啊在半路拄着伊啊，我才想讲要送伊转去嘞。哎呦，我无。太叫了。嘿嘿嘿，安尼上好啦，多谢吼。我把你。行了，跟我转去。行了，行了。是嘛？你搁要甲我讨剩的迄二十万？你早计想唔知？迄是两回事嘞。你爱我做的代志，我已经替你做。你本来应该答应我代志，先甲做甲到。你钱无给我，袂要紧哦。到时阵我将所有代志拢讲出来，看谁先死。三更半暝，你两因阿爸跟迄个查某是咧吵吵。好啦，钱我有你啦。要唔过，迄二十万，我爱一点仔时间。你上好是较紧的啦。是的啦，我毋是超过伊要带迄个囡仔来伤害你的。我了解你的心情。既然了解我的心情，你已经尽量明白，我希望你已经走出这悲伤的心情，好好过日子啦。
志宏在天之灵，伊一定嘛无希望哦，看到你安尼。秀华，为着囡仔，你都要坚强。而且，阁有我，我一定哦，伫你身躯边陪伴你。小彩啦，这是我专工哦，为你煮的呢。来，你在创啥？你啥物拢莫讲啦，来先出来啦。不应该啦，是囡仔因老爸今日就要走，我袂讲就袂赴我啦。哎呦，你有想讲较冷静者，你即摆讲啥拢无路用啦。行啦，我一定爱讲。行啦，小红，你敢讲会见？我心情有卡着乎你。小等下，互伊讲我完。你还阁知影啥物？迄天我卡电话互你，你讲医生讲一件有关系咱两个人的代志。迄人像我照讲的，我约袂出来。其实，你要甲我讲的，就是你有心啊，对无？哎，秀华，秀，明雄，明雄，唔知我有甲青红讲电话啊？真实是青红。你还阁知影啥物青红的代志？你可能阁再来遮吼？哎，我搞死你！你搁就去走过来啊！我不是你呀，我是陆青红啦。搁有话袂讲啊？咱来病院啦，我先叫医生好好甲你医治啦。呀，我唔爱啦，小红。行啦，小红，行啦。歹势啊！爹，咱爹等啊！我唔爱，我唔爱。小红，爹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无啥物通好讲的啦，走啦，行啦，行，啊，行，你要干啥？歹势啦，我不是偷工的啦，你今仔送去病，紧的啦。秀华，你赶紧来，我送你去病啦。谢啦。快点，叫回去啊！叫我来给你奶奶。你没生病去哦，你只要等着好啊。哦。明雄，咱是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拢是你啦！叫你较忍耐，你就是唔听。小王这摆安尼，拢是你害的。你拢为着你家己，你足自私的啦。明雄，是的啦。我唔是挑故意的啊！医生啊，小王即摆安怎？你之前出来产检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哦。伊捌提过囡仔，如果有心，啊就要注意啦。啊，伊甲囡仔无代志啦吼？拢无代志啊啦，啊不过啊较注意哦。多谢，多谢医生。冰雄啊，啊到底是安怎啦？医生哪安尼讲？伊呾讲，秀芳摕过囡仔，明雄，直接讲啊。青红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讲清楚。伫个高中里面迄当阵，我秀芳在教我，一无细里，秀芳就有囡仔，啊，迄当阵。我讲说啊，唔捌代志，我惊爸母知影，我就让秀芳去甲囡仔提掉啊。你现在电话给了吗？啊，多谢。青，青，我先去看秀芳了，伊的情形较好，我才出来叫你。明雄，囡仔，囡仔平安无代志啦。
安尼就好。对啦，啊，拄只迄个囡仔咧，伊伫倒啊？啊，我予伊伫外口等啊，唔敢予伊入来。明耀，你去甲伊叫一摆，我有一挂代志想要问伊啦。秀华，你安尼表示，你相信伊是青红咧？除了青红，无人知影阮伫个电话内面讲啥物。明耀，紧的啊，你紧去甲伊叫一摆啊！秀华，你莫着急啦，啊，伫青红还袂离来进前。我一句话，先我讲好无？我离开高雄这么侪年，我从来都无甲你放互袂起你啊！啊，搁有，青红无伫个这段时间，你敢无法度感受到我的心意？不管安怎。明宏甲秀芳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秀芳，也是我心爱的某。你要怎？阮某毋知安怎，我要入去看卖啦。伊毋是阮娘的，啊，难道阮娘走倒去啊？我感觉咱两个人。就敢若像毋捌分开共款，我嘛了解你的心意，讲袂感动人是骗人的啦。原来我这是第三者，因才是一对的。啊那安尼，我拼死拼活倒来有啥物路用？可是讲秀芳还佫爱明雄，那安尼我的存在对因来讲只是假的。我不如先转阴，瑞弟，我嘛已经死啊！歹势啊！我毋是刁工的，我只能讲，我是青红的代志，拢是甲恁骗的。无可能！天理我的代志，也佮有电话的代志，敢若我佮青红知影尔？阿姨啊！你想过好骗人啊！我自出事到即马，还袂讲超过一百句的真心话。我凊彩讲讲的，你着相信啦。是阮阿爸讲吼，啊来甲你回家洗嘞，洗嘞，祝你幸福。青红，青红，紧去甲伊约返来，紧的啊！秀芳啊，你莫着急啊！不管伊是家人还是亲戚，咱了解代志哦，查好清楚的啦，咱爱冷静判断啊，吼。陆大呀，时间够啊，秀。是啦是啦，啊，不过哦，哎呦。我还没找到适合你的身躯呢，没事啦，啊你可能还要等一阵啊啦。啊对对对，啊你该办的代志敢拢办好啊？哈？嗯。云彩啊。你唔免阁甲我找身躯啊啦，我无啥物烦恼啊。咦？奇怪呢，啊你当初时遐尔坚持着，啊今嘛啥物哈？已经无必要。等这个囡仔若死。你着甲我带返去地府，我想要重新投胎。哦，哈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那安尼哦，我托你死了干脆，哦你袂痛袂艰苦吼。秀芳给我，哪会离家？
讲的是如此哦。三观两处，早起就有家囡仔，还佫有迄种相片，敢讲阿娘去予如此王负心，伊是要倒来报仇？报仇！报仇！娘啊，你啥物件了涂骹去啊？无啦。你这杀人凶手，这个基地啊，就当证明是你甲我杀死的。你的心肝是走到两道，把我一拢抢去，搁甲我杀死。你是倒位来恶鬼？我就是你杀死的陆金王。阮囝，阮囝在倒位啊？啊！陆先生，我错啊！我不应该哦，为着五十万答应别人去杀你啊！也毋过吼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有啥物怨恨，你对我来就好啊！我拜托，放过阮囝俩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啦！你收钱，是啥提钱叫来杀我的？我拜托，是我做唔到代志，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你针对我啦！你放过阮囝娘。你先听我讲啦，我陆青王是借用恁囝身骨还阳的，不是负心。若是恁囝已经死去啊，我根本无法度借用伊的身躯。事实就是安尼啦，我不管你要安怎想。你紧甲我讲，是啥叫你杀我的？我为着我两当手术的钱，我当答应别人去杀你，想袂到我去杀你，只是来负心替阿娘的身躯。阿娘，哪里啊？阿爸，阿爸来相送。你虽然做唔着代志，你还阁会用弥补啊！你紧甲我讲，是啥叫你害我？你紧讲啊！哎呦，是啥叫你害我？是啥叫？啊！阿娘，娘！哎呦，你自狂阴差啊！我代志都叫你查清楚啊！你这个时阵头搞搞出来是要创啥啦？哎呦，这死人狗啊，就是爱搞混啊！点解啊？解搞唔着阮哦，吼！我这金牌搞阮因这命，差点嘛毁在你的手头呢。阿良，你放心，一命就一命。等你的心理师办好事，阿爸就来去自首，将所有的代志讲好清楚。啊！无你即摆阁赶紧找别个尸体哦，来我开坟啦！来，嘿，你当作地府是阮家开的哦哈，你安翻起翻了，下晡你才阁无来呢。是有计划啦，啊那嘛不易，无我主事者对秀峰还阁有面上不离是要安怎啦？我袂赶紧等去把代志处理就好啦。这哦，哎呀！哎呦，啊好啦好啦，我帮你吹啦，嘿，这多欠你，行嘞，六七七，哦，黄大，你输啊，好，给我帮你带去啊，哦，安尼，我输你啦，哎，妈的，哎呀，没啦，这对来讲笑话啦嘛，这老婆用咩咩啊金啦，我，哦，你无要出钱啊，啊，我猜你就对我上好啲啦。哎呦，当然啦嘛，对
食得啊，足好。哎，你做我姐啊，我唔想我姐失败。来，姐妹。哎呀，咪真哩真娇娇嘛。娇娇，我可能拿你话姐妹啊，姐妹。喂，人今日用带来遮，啊，不然怎要吵那么吵的？是安怎哈？阿嫂，我啥物态度干你啥物代志啊？我想要找就找伊，我无想要找就无想要找伊。人客哦，若是介意我这种的啦，安怎？安怎？你以为你台北来个了不起哦？这半年来，你一只咧嫌东嫌西，啥物拢讲台北物件较好？你这个死大肚的，你做麦实在是好，你真快，你死下来，你冲啥？你死啊！哎呦，你只可能靠打落来，你下地下地，我地面哪里打出来这么快？哎呀呀呀呀！啊，是这一个啊，姐啊，是啦是啦是啦，原来是这个啊，啊，你那坐啊一张这大肚的娃娃啦，啊，哪里啦？啊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了解他开款啊？啊，你了解无啦？哎，查某吼，哎，哦，哎呦，这辛苦，你暂时先用啦吼，啊，甘管啦，该办的代志人去办办嘞哦。哎，怎么拢安尼啦？哎，别做啊，你先讲啥话啦？啊，拜拜。哎，地府呀！啊，哎呦！这是病医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就哎啊！嗯？气甲气死，真正的，讲讲拢袂听。哈，你甲看卖啊啦，遮久阁还袂醒啦，一定足严重的啦，无定定吼，永远拢袂醒啦。最近吼，先甲办出呢，以后先吼，顺便甲办办，较省麻烦。嘿，妈妈桑，你讲了真对呢。阿爸，咱今仔去办出呢好啦。哦，你这个查某奈这尼啊无血无目屎哈？平常时恁两个袂合着准拄煞，既然都喊到相拍，阁强调到送病院。是伊手超过呢？超过，是恁哪超过啊？林总啊，甲你交代过。原来我是九四弟，其中一个小派的记录身上。是安怎？你偏偏就是我讲袂听嘞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即摆讲这拢加讲的啦。我看吼，也是等地主啊吼，清醒才搁讲啦。嗯，啊，搁起来搁创啊？行啦，来转啦。气都气死人，吓死吓。门关起来啦。李亚雄，